各位朋友，早上好！今天是2022年的1月4日早上的6点半，我们现在早上正在煮元宵，是宁波的元宵，元宵芝麻馅的，还有这个鱼丸，海边的鱼丸。有的人说早上就吃面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太重了？所以要吃点清淡的。你看看这个鱼丸，好劲排鱼丸。这是美国制造的，这个是中国制造的。宁波风味汤圆，黑芝麻汤圆，很容易熟，一熟就可以吃了。辣油香笋，如果觉得太甜的话，配点辣油香笋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大家。祝大家都能够团团圆圆，阖家幸福。